你结婚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结婚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太好了，那你能当我爸爸吗？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妈妈呢？你要是愿意，你就是我爸爸呀。我跟你说，爸爸不能随便乱叫的啊。我妈咪说了，我爸爸长得特别帅，我觉得你就挺帅的，那我爸爸正合适。